输了，老姐，爆个头，热气腾腾大爆头，来上点辣椒油。哟，这傻妞又来了，又来爆头了，爆什么爆？你家老铁会给你小红心，会给你关注吗？快别爆了，起开！不要说我家老铁，我家老铁一定会给我小红心的。老铁一定要给我一个，快回家去吧。收到众多老铁私信，让我再来吸一次八爪鱼的墨。他说，如果我能吸得出来，一定会给我一个双击。哎，我来个双管齐下。老公，咋没墨呢？这还能有双击吗？老铁会给的，有货。尴尬了，老铁，这样会不会有双击？收了，吃一个5斤的大虾尾。俺老公说了，虾可以天天吃，但是没有小红星就要挨揍。带上辣椒面。老婆，你就别吃辣了，也没人给你点小红星，你就别这么拼了。哪怕有一个老铁能给我一个小红星和一个关注，我认为都是值得的。来上一口。嗯，老铁一定要给一个。太爽了，收了，老铁，老铁都说我飘了，双击也不给我了，今天我再来拼一把。老婆就别吃了，也没人给你双击。我不拼，老铁是真不给我双击啊。别吃了。扎到。老铁就给个双击吧，太拼了。臭了。臭了，老婆。嗯，刘哥，收了，老铁，哈哈，15斤的大暴龙终于收了啊！咱们下个大龙钳吧。人家那些大网红随随便便发一个作品，就会有成千上万个双击，而咱这个作品，10个人路过。能有一个人给我双击，我小妹就开心的睡不着觉了。呵呵，开个大龙钳吧。老龙，给我要个双击。老铁啊，给咱个丫头个双击吧。给就给一个，反正双击也不花钱，给一个给一个。老铁一定记一个。视频开吃，收了，老铁，吸引鱼子，一口一个海洋，来上点辣油。
个鱼必须把皮给扒掉才好吃。不好扒。嗯，这酸爽。吃一个大鸡排，金蝉脱壳，再上上点秘制的辣椒油。老公，这个鸡排都拍了好几遍了，我想吃这个大的。如果这个视频能有1000个小红星，我就给你吃那个大的。好，老铁，每人给我一个小红星，我想吃这个大的。一定要给我一个。给一个，给一个。下视频吃这个大的。收了。诺诺想吃啥？吃个帝王蟹。嗯。那吃个面包蟹。嗯。那大姨给你开个大龙虾。那你想要什么？我想要大大姐姐小红心。哥哥姐姐会给你吗？会。孩子都要了，给就给一个吧。给我外甥女开个大鸡排。哇哇哇，太大了。开个大鸡排。诺诺，快谢谢哥哥姐姐给的。谢谢叔叔阿姨给的上帝。给就给一个。太大了啊！给就给一个，来了，老姐，渔船进港了，坐上一锅小海鲜。吓死小妹了，大海螺必须吃一斤一只的，两只。这个有没有吃过的？这个叫大毛蛤。哇塞！还有一个大赤眼红。哦，大不大？爆头。两斤一只大虾王，必须给放上。料酒去腥，香醋，来点味极鲜。有的老铁啊，他不知道海鲜怎么做，我来教你。双击，双击给一个啊，咱们下个视频。收了，老铁，给我姥姥偷开一个面包蟹。哎呦我去，太硬了。看看肥不肥，诺诺快吃吧，先给太太吃啊。先给太太吃，吃吧。这孩子真孝顺。哎呀，姥姥你吃吧，我再给他拿一块。哎，收了，老铁，3斤1只的大鲍鱼，给我姥姥吃一个，够不够大？比我的拳头还要大，姥姥吃吧。你拍什么拍？关键要老铁不给，进咱个汉子房里吧，放心，一定要进咱。
果双击，给老人点一个。谢谢谢谢谢谢，给了双击，好不好吃姥姥？好吃，大口吃。姥姥来了啊，给我姥姥做上一锅小海鲜。有些老铁啊，他不知道海鲜怎么做，我来教你。起锅烧油，放入葱姜蒜，大力背，大力背，锅笼，木头，面包屑，海星，活的啊，下锅。千山万水总是情，给个双击行不行，老铁？行，老铁一定这个双击。老人都要了，不给我双击，给我姥姥点一个，来点老抽上上色，再来点香醋，给就给一个，老铁，下个视频开吃，没带铲子，熟了，老铁，竹节蛏一口闷，上点秘制的辣椒油。大姨，大姨，太辣了，你别吃了。我不吃辣，老铁不给我小红心啊。大大姐姐，小红心早起来。孩子都要了，给就给一个吧。如果我都闷得下，一定要给我一个小红心。Oh, my God.